主料，鸡一只，鱼二十克，辅料生粉一勺，砂糖一勺，盐二分之一勺，酱油一勺，料酒一勺，食用油一勺，红枣八颗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到二十分钟。把材料准备好，鱼儿用温开水泡开，洗净，沥干水分备用。红枣去核，切成颗粒状，鸡洗干净，切成块，加入所有调料，轻轻搅拌，使鸡与调料充分混合。锅中注入适量清水，把拌匀后的鸡块放入锅中，盖上锅盖隔水，大火蒸15分钟即可。上碟，开吃。做法虽然简单，但出来的那鸡真的不是一般的好味道，特滑特嫩。更重要的是，虽然简单，但非常快捷和营养，是上班一族的好选择。烹饪技巧：蒸鸡时一定要大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